也今年呢，又当到真有品牌营业者，就是看到台东好山好水，同菜地的农民打契约，种香草植物，拿来做生产顺路同真有的颜料。这种香公所就来做主人，被营业者撇下的台东七点八公顷安排的农地，而来打造七万台湾青苔的香草园，而种意是一种安度的香草植物，发展台东的绿色经济。二十四年头，香草植物的生苗终于来得到。台东位于赤沙木雅土家村，一块含了几亿一点八公顷的田区，对阿溪市而变作全台最大面积的香草园。香草收成过后，因为菜地加工变作纯露，精油来卖。偏一块田区来种香草的一扎角，东埔庄的蜜蝶叶掘出来的油，远比时不多。一直到苏菲发展铺付出1400万元，装的棉气后监控和无人机内通，要用科技来种植。这像迷迭香，种在台东跟种在西岸，它萃出来出油率多35%。听说每季来漂台东天的慈善强工所主角，因此享受产业，一半慈善强的农产业行较多元化，部分无需和观光的环节，无听说一再转型种香草，让慈善的农业走向多样性。哦，因为不要只是只有稻米的发展。也做个经济改革，那有拉吼，农民都会飘一下。此上一个香草园，按上我讲，你是一种包含的薰衣草、迷迭叶、金银花一条香草植物，所以唔系像白海涛富良叶，看那个伊无边无际的薰衣草花叶。不过一般此上的天气都会成的变化，客家新闻陈建明，好唔好？